大佬 B 吴志雄淡出香港影圈之后，就转移去内地发展。除了登台之外，近年亦都进军饮食界。而私房菜志雄厨房去年亦都在深圳开业。吴志雄日前在微博上载了多张照片，在这张相片里，每位都是90年代港产片的猛人，包括鬼王雷宇扬、东升何勇、黄子扬，还有大军程东。当中长居内地的雷宇扬近年已经绝少应酬了，难怪就有少少发福。至于大军程东，曾经是4月圣灵收入的，他工作似乎已经回复正常，登台拍剧样样都齐。